只好整，做起来脆面，然后从锅内挖大块面盖，大块盖攞出来，捞个咸口起了汤，来哦，叫了糯片内，大片先捞出来，改当后再再捏，再一个一个，那么能做只起也是起啊整内无骨个，捞咸口。嫩条酸嫩非常拿手，食是咩好多，佢也老老高调啊，好咸特惊啊，咸巴直啊，咸刁哩啊，大刁呢，一般都是粗嫩老，就这是再捏啊，再差不多变大，做好咸去，嫩来录音，咸多加几种汁，腌落加捞汁，切好后呢，佢啊冷太去拉者，拉大嘢最红，天时硬无问题，天时热呢，最好放喺冰箱去拉者。一旦去个辣了五点钟，大大个咸汁也缩入去。接落来就是炸去，再直接要用加加酱汁，全部先来放落去。来点下鸡放落去，麦片啊放落去，大火还炸，你麦黄萝卜又多一段，而且多一个菜你麦哩，佮点下你整拉落去也烧，出去是酸的。去那个炸到金黄酥脆，那炸桥尾个麦丁呢，就是爱高个。硬硬，所以咱落只咸去的时候，为什么大家口感只了硬硬就这些？人家炸又打滴个，更加便宜保存，炸好差不多好的时候，伊嘴红超轻，你拿着呢，这个去呢，伊算呢轻松轻松，而且大声敲来敲碎，敲来敲碎，炸一个就金金，哇！搬来搬还去难硬，好食。个咸去也难硬。个腰也难硬，这个时候呢，做好来装蛋，坐到蛋堆了。那蛋沙接起啊，这个生头咸时间咸少，硬后呢，个蛋沙接个腰超多只，有，刷落。硬硬磨蛋，那只去呢也叫做油煎咸去，把这个难硬的花生油关了。腰尖呢，就介是如烹，叫做咩？是用嚟具补充。我腰暗暗然后呢，开掉，去尖，介切起后就好食。这么呢，就今日介绍给大家，咱个咱用切脆面个捏来做这个腰尖咸去。伊当时个去撩起来非常脆，然后无变相好当做你么呢？经常咱唔就是来个拍打做荷包，唔就是录音做咸去，以前后边吐葱个时间长。那么这个做法呢？直滴杨树膏之中，就算咱食白梅的时候呢，好喜欢各两口咸去来配梅，真好。芥菜去后有咸去哦，配梅后，麦地得相当快乐。